到了一定年纪，机体功能开始下降，出现疲惫乏力、腰酸腿软、头晕失眠、肢体畏寒等症状，导致许多男人，包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精力不足，性欲减退，夫妻生活不如意，这成为越来越多当代男人的难言之隐，严重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生活。年纪再大一点的人经常会起夜上厕所，打断了整个睡眠过程，影响到睡眠质量。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下面这种感觉，身体疲乏无力，精力很差，睡多久都感觉睡不够，脱发严重，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眼睛干涩，睡觉容易出汗，在医学上称为盗汗，早起尿无力，晚上尿频繁，而且还经常尿到鞋子上，相信大多数上了30岁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些现象。其实这都是肾气不足的症状，为什么这么普遍呢？看看下面的原因就明白了。最伤肾的习惯你有吗？一、大鱼大肉，蛋白超标，长期的高蛋白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甚至使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二、饮食偏咸，水分排不出，盐分 95% 是由肾脏代谢的，吃得过咸，肾脏的负担自然加重，再加上盐中的钠会令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又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三、过度劳累，伤神伤神，长时间用脑，紧张，情绪欠佳或抑郁均会令人感到疲乏，形成过劳现象，导致肾阴不足，肾阴虚而诱发疾病。不注意生活习惯，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体搞垮。有句话说，千年王八万年龟，一动一静就是养生的根本。男人掌握一种睡法，躺着就能补肾，一起来看看。一、环仰卧，身体自然平躺，髋关节放松，腿自环，两脚心相对，脚后跟最好只对着会阴，如果能顶着会阴最好，两手心放于大腿根部附近，掌心向着腹部，仰卧由于着床面积大，压迫力较小，身体更容易放松，身体的放松加上一定的姿势，可以很快的使阳气和肾气充盈起来。肾阳气相当于命门的真火，一个生命力的大小关键就是看命门的阳气是否充足，摆这个姿势就是为了更有利于肾阳气的充足，因此补肾的作用非常明显。二、男人的就是稻草桑葚，七天解决难言之隐，又粗又大的黑桑葚，滋补效果赛鹿茸桑葚，对于你来说是上好的水果，有水果为歌之称，古代人都是它为男性壮阳的补品，是老人强肾补虚的药品代用品。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就已是皇帝御用的补品，且被现代医学界誉为是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自古以来，黑桑葚就是人民生活的首选补肾果实，它含有大量的活性蛋白和益肾因子，专门各种肾虚的症状，充分激活男人的肾气和元气，增强男人的性能力和精子的产量，恢复男人的雄风。当然，桑葚的补肾效果不只是传说，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桑葚富含锰元素和锌元素，能强力促进性激素分泌，从根源上提高精子活性，让肾脏恢复动力，具有一定壮阳的效果。如果男性有生殖亚健康的问题及精子活力不够所导致的不孕不育问题，可以多吃桑葚，它对男性死精症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如果正在备孕的男性，不妨在这个季节里多吃些桑葚。中国药典功能主治补虚滋阴生津润燥，用于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心上口渴、内热消渴、血虚便秘。滇南本草云，桑葚以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清王孟英还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故肾虚之人，尤其是肾阴不足者，食之最宜。桑葚泡酒。做法：准备250克桑葚，洗净晒干，把桑葚放入干净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倒入白酒，最好为45度的白酒，
切记白酒一定要没过桑葚，密封好，一周后即可食用。拓展小知识：一、黑桑葚可以泡水，也可以直接吃，都具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二、黑桑葚还可以泡酒喝，增加酒的香气和甜味，同时还可以补肾，还可以解酒。三、黑桑葚大补，所以每天不要吃的太多，不然会流鼻血。性欲太强，无处发泄。新疆因为地处高原，日照充足，因此出产的桑葚很正宗，药效很强。我自己也试过泡酒喝，500克泡5斤白酒，每天一杯，后劲十足，老婆都不敢让多喝。想要购买正宗野生桑葚，买二送一的朋友，点击下面图片即可。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Exhalate 近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halate 近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t 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content font size16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Hidden, line height, 1.2 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 m, PGC-CARD-BUY, width,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URL HTTPS, S0, STTP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功效，如果男人经常喝桑葚酒，能有效地改善肾虚引起的性无能、阳痿、早泄、不举、头晕、白发脱发、腰酸背痛等症状，尤其适合中老年人服用。同时对女性肾虚引起的性冷淡也有不错的效果。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